put on a show. Now I'm naked, you say I'm a kid. My ego is bad, I don't give a shit. And it goes like this. Everybody talking, I know you. Kiss me till you're drunk and I'll show you all the moves, my Jagger. I've got the moves, my Jagger. I've got the moves, my Jagger. I don't need to try to control you. Look into my eyes and I'll own you with the moves, my Jagger. I've got the moves, my Jagger. I've got the moves, my Jagger.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上课，请大家把书翻到273页，电子版同学把书电子版翻到8.6小节 ，OK， 有书的同学翻到278页。好，我们今天讲 can 相关的用法，讲能力 ，OK， 因为上节课讲到推测，讲到理论上可能、现实的可能啊，这都是与 can 用法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 can 的用法系统说一下，还相关的内容 ，OK， 好。在278页我们说现在将来的能力就是 can do 就现在或者比较将来的能够做什么 ,OK。好，我们其实我在这个表格里列出来，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就是这个 can 它有三个基本的意思 ,OK。所以你在以后遇到 can, 你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是可能性 ,possibility。好，我先写可能性是因为可能性最广泛，就是 can 表示可能性最广泛。好，第二是能力，大家很熟悉 ,OK。第三个是许可啊。好，这三个意思这三个意思就是分别对应的 possibility, ability, permission, OK。然后呢，我最后有一个字就是 potential, OK。好，所以今天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平时所熟悉的 can 能力啊，我们都说是能力，其实呢它有三个含义，然后内在的核心意思都具备 potential 潜能、潜在的可能性、潜能的意思 OK 啊。好，所以三个含义它一个核心的意思都是在 potential 这个里面啊。好，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下，278页看一下啊。好，278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大家画一下，就是在第四段我说了，就在开始讨论 can 意义用法之前，首先要明确的说明的是，好，把这画出来，就说从核心意义角度来看，因为每个情态动词它有中心的核心的意思，然后在这核心意思基础上，然后演化出其他的不同用法含义啊。好，那么 can 强调的是什么？画出来，潜在可能性之地，而不是真正去实施
好，由这个核心意思潜在的这个意思啊，它会限制或者会会影响到 can 的各种用法啊，所以就是 potential to perform action 啊，它实施一个活动的潜在性啊， not the actual performance， 而不是强调真正的去做，听明白？只是可以啊，有这个可能性，有这个潜在的能力啊。好，因为这一点和后面讲的，今天我们讲的过去能力，因为过去能力的区别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先从源头 can 的源头看起啊。好，然后呢底下也写了啊，在下面一段画一下，它可以表示能力、可能、许可啊。不过我这里我把顺序调了一下啊，是可能、能力、许可。之所以这么调顺序，是因为从使用频率来讲的啊，是可能性啊，意识会更广泛、更多见的啊。好，我们看例句，简单看一下例句啊。第一个例句 ，A、B 对话啊，三个人在聊天啊。啊，第一个聊天 ，My son， 我的儿子 can play the piano 啊，会弹钢琴，对吧？我儿子能够弹钢琴，好。我儿子能够弹钢琴，这个 can 大家很好理解，这能够。那这个能够，大家看一下啊，他说我儿子能够弹钢琴，只是强调儿子具备这个能力，并不要强调，并不是说儿子此刻在弹啊，在做是吧？啊，就是有这个可能啊，有这个能力啊。对，我突然想讲到这里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可能和能力其实很多时候很难区分开来，同学们，可能和能力啊，对于某些句子啊。都可能存在，听明白？就是说你很难严格区分到底是可能呢、啊、还是表示能力啊，很难区分啊。好，我们这个可以把它看成能力吧，是吧？我儿子能够弹钢琴。然后第二说 My daughter is only 4 and she can ride a bicycle， 女儿四岁然后就能骑自行车。 OK， 好， can ride 这个表示能力会好一些，对吧？能够有这个具备这个能力条件， OK， 能会骑自行车啊，我相信 can 用法 ，can 这个情态动词大家最熟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让大家更加深刻理解啊，其实它都强调可能性。以后你再看了 can， 你可以从潜能角度来看啊，会理解更深刻。好，第三个人说 ，Hey， that's nothing， 这算什么 ？My dog can count to 10， 算不了什么。你们人会弹钢琴，会骑车，我的狗能够数到10，会数数。OK。好 ，my dog， 我的狗，这个狗啊，它是个有生命的动物的，对吧？啊，能够做到数数啊，也是一种能力，对吧？啊，好，这是丹尼亚说它是有种潜在可能也可以了，是吧？但我们解释成能力会好一些啊。好，这是第一个例句，讲掉能力。第二个例句我们讲的可能，看一下啊。第二个 ，Don't take that tube。tube 或者是地铁啊，老外英国人会说这个 tube 是地铁，对吧？但我们大陆这边、中国这边、大陆这边是说什么地铁？可叫 subway 是吧？美国人叫 subway。OK， 我们采用美国人英语的说法叫 subway。OK， 英国呢英语会把它叫成 tube， 为什么呢？因为地铁，你看这个车厢啊，它真的像一个试管，对吧？一个圆筒一个管啊，叫 tube。278也对。啊，好，所以叫 take the tube 要注意啊，就是说乘地铁，但你可以把 tube 换成 subway，subway，subway， subway， OK， 啊，好 ，that can be very dangerous， 可能会很危险，很危险，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可能性了，对吧？这个就不是能力了，第二个例句你能体会到，就不算能力了啊，哎，其实讲到这里，你们发现没有？发现什么？就是能力还是可能性，它主语不太一样，是可能性表示可能还表示能力，它主语上是有区别的，能听得懂吗？那主语什么区别呢？哎，给大家这个表格，请大家填一下，请大家把这个表格填一下。如果表示可能，它的主语是什么样子的？表示能力，它主语又是什么样子的？试着填一下。我这里给你两个选项，一个是人称主语，一个是非人称主语。但我这出现比较简单一点啊。好，你们想一想，大家想想看，如果表示可能性，它的主语有什么特点呢？
所以这就相当于说、啊、什么呢，就是说你们教大家从什么角度啊，什么角度什么视角来看，对吧？ OK， 好，表示可能性呢，主语是人可以吗？人称主语可以吗？可以。 OK， 非人称主语呢也可以，对吧？ OK， 好，如果表示能力呢，大家想想，表示能力呢，你觉得主语是什么？主语是应该人称，对吧？但这个人称包括动物啊，其实包括动物。 OK， 就是英文叫 animate， 就是有灵的主语啊。我写这里啊，英文会叫 animate subject， 看一下，好，我这里所说的人称主语就是有生命的啊 ，animate 这个 subject， OK， 有生命的，包括人，包括动物啊，也只有他们他做主语，他们才体现出一个能力，对吧？实施某个行为的能力 ，OK， 啊，那么非人称主语呢，应该就不会表示能力了，听明白？所以从主语角度我们看出来。好，因此我们看第二个例句，同学们看一下啊，叫 that can be very dangerous， that 它就不是 animate subject， 就不是一个啊这种有生命的这样主语，对吧？所以提出就说出它是一个可能性啊。好，乘地铁很可能很危险这件事情。好，这个 can be very dangerous 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表示什么，理论上的可能性，对不对？对吧？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啊。所以其实呢我想说的是，学英文你就会让你更加准确的或者更加清晰的去理解这个世界，某种人讲啊，更加清晰的理解很多概念，很紧啊啊，以前也许不学你很难意识到说哦，可能性会理论上的和实际上的 ,OK, 啊，英文区分了，为什么？因为情态动词不一样，对吧？啊，因为我们汉语都可以说可能啊，因为汉语是语言的形式是不区分的，但英文是要区分的。OK， 啊，好，我们再看第二，这是第二个例句，能力。第三个许可，看一下啊，看可以表许可啊。第三个例句叫 "You can use my car tomorrow." OK， 啊 ，You can， 那字面翻译就是说你明天能够可以啊。那我也说你能够明天用我的车，或者明天你能。可以用我的车 ,OK? 啊，不过汉语翻译成能够还可以，那这是许可，是谁啊？是我说话人 ,a speaker, 说话人给你的许可，允许你用车子，对吧？啊，所以尽管第三个你翻译成你明天能够用我的车，你明天能够用我的车，这个能够不是说你的能力，大家想想看是不是啊，是我允许你，准许你，我把车借给你啊。同意你，对吧？这叫 you can， OK。所以表示许可，我们发现也可以用人做主语，是用人做主语是比较典型的，是吧？好，我们把这个空填一下啊，啊，用人做主语是非常典型的，啊，表许可。好，那你明天能够用我的车，从潜在可能性角度来说，啊。它也具备潜能，潜在可能性，对吧？因为我说你可以用，并不代表你真的会去用啊，啊，也许你后来改变主意不用了呢，对不对？大家能体会到吧？我允许让你去做，并不代表你真的去做，只是你有这个，怎么讲？经过我同意了，对吧？经过我的授权了，你有资格或者有这个 permission 去做这个事情，但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去做，是吧？对吧？我说你可以明天可以用我的车，并不是说你明天必须用我的车，这也是一种潜在可能性，是不是啊？所以 can 这个词不论它是能力可能还是许可，都体现出 potential， OK 啊，这样中心含义。好，这简单三个例句就是把 can 用法啊核心意思说出来了。好啊，对，然后在279页上面第三段我们画一下啊，上面第三段画一下，就是说就能力而言 can 核心意思表示是潜在的，
潜在的，用来说明因为具备某些特点或条件，某个人，但某个主要是人了啊，我就说某人啊，能够完成某件事，或者某件事是可能存在的，并不强调何时或怎样去实施这个潜在行为。 OK， 所以呢 can 既可以表示能力，有时候也可以表示可能，就是能力可能有时候很难严格区分，很难严格区分。 OK， 好，我再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你们体会一下啊。但我这么讲其实是让你们更加准确，更加精准理解英文的东西。 OK，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说 Nobody can see us here， 大家看一下，你说这个 can 是理解是什么，理解是什么，好， Nobody can see us here， 理解是什么，好，那意思很简单，就是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对吧，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在这里。 OK 啊，好，那我可以把它理解成能力也可以，是吧，你觉得呢，可以理解成能力，我可以给它改写一下啊，改写呢相当于是 Nobody is able to see us here， 我们躲在这里，我们待在这里，别人是看不到的，是吧，别人没有看到的能力，对吧，也可以啊，可以理解成能力。那你也可以理解成可能性啊，理解成可能性我可以这么改写，叫 It is not possible for people， OK， for anyone to see us here， 大家看一下，对吧，所以呢我这样改写之后，你就能更加清晰看到 can 在这里的含义，可以表示一种能力，也可以表示一种可能，所以能力和可能有时啊，很多时候很难严格区分。 OK， 因为他们之间的界限没有明确的界限的，其实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看一下，比如说看第六个例句，看一下第六个例句，第六个例句叫 the theater 啊，这个剧院 can seat， 注意这个 seat 动词是容纳，对吧， seat， OK， seat 什么 10,000 people 啊， 10,000 就是一万人，对吧，这座剧院可以 容纳一万人啊，这个单如果比较规范的解释的话，应该是理解成可能会好一些啊，理解成可能会好一些，对吧，为什么讲呢，因为它主语不是人称主语，不是讲人嘛，对吧，但你要说我非得叫拟人化，是吧，我非得拟人化，我要强调这个剧院有这个能力，那也可以，对吧， OK， 也可以啊。好，但这当第一件句子就是说你会翻译就可以了啊，会翻译，但我这里是就是让你更加深入的，更加精准去理解它。 OK， 好，所以第六个句把它解释成能力，解释成可能性会好一些啊，啊，会好一些。那第五个例句看一下，上面第五个例句啊，叫 Phil doesn't know why his back hurts， OK， 他背为什么疼？ He hopes， 他希望 his doctor， 他的医生呢， can determine the problem， 医生能查出问题来，对吧？他希望他的医生能查出问题来。这个 can determine， 其实能力可能都差不多，你体会一下，对吧？好，大家看啊，这个 can determine 其实是有将来的意味，体会一下啊，是将来的意味，能体会到吗？可以旁边写一下，是将来的意味。所以我改写的话，我可以这么改写，可以改成叫可能性，可以说是 it will be possible for his doctor to determine。OK， 如果是能力的话，我用将来可以写成 His doctor will be able to， OK， will be able to， 对吧，所以让大家更加能够深入的精准去理解它啊。好，所以能力可能有时分不清楚，我们再看下边啊，下面我
又讲到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分成先天的能力、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后天的啊学习而来的能力。画一下这个啊，画一下，所以让大家以后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啊概念啊。好，画一下，就是能力可以区分为先天能力或是天赋的能力，以及后天获得的能力。好，第八个例句就说了，叫 A fish cannot walk, but it can swim. 鱼会游泳啊，那鱼会游泳应该是天生的，对吧？鱼从卵一孵出来就能游泳，是吧 ？OK, can swim 啊。好，我们把它看的是天赋的能力。A dogs can bark, but they cannot talk. OK, 这也是天赋的能力。好，第十个是 Bob can play the piano， 那么这是后天获得的学习得到的能力，对吧？因为学习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弹钢琴，所以这个 can 可以把它换成叫、Bob knows how to play the piano、实际上的能力呢，英文改写是不一样的，但这种改写方式大家不敏感了，是吧？在老外看来是敏感的，但咱们中国人不敏感，所以怎么讲啊？所以我还是说一下啊，叫 Bob knows how to play， OK， play the piano， 这就后天获得的能力啊。OK， 那么先天能力可以怎么改写？先天能力改写我们会用 is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大家记下来 ，is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会用 is capable of 改写。好，对，大家可以简单记一下啊，就说后天习得、后天学会的能力，我们一般是 know how to， 知道怎么干，是吧？后天学得的 ，OK 啊。那么先天能力呢，我们会改写成 is capable of，OK、okay? 啊。好，我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体会一下啊。说，哎，你会讲英文吗 ？Can you speak English? OK 啊，好，大家看这是什么能力？但作为一个我们中国人非英文人，你会讲英文，这个讲英文应该是后天学习来的能力，对吧？后天习得的能力。所以我的改写大概会可以改写成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OK。好，大家看到吧？所以在老外看来改写是不一样的。还是那句话，因为中国人咱们一般不注意这些，不敏感，是吧？无所谓，会翻译就可以啊。所以我今天会讲的这些东西，说让你们会更加全方位的啊，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个 can 这样一个小词啊。好，就像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你知道怎么讲英文吗？你会讲英文吗？对吧？啊，好，先天的能力。后天的能力，好，大家有这个概念了啊，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这就是下边的十、十一、十二都是这样的例子，是吧 ？I can sing in English， 我能用英文唱歌。I can drive a car， 我能够开车，我能够开车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对吧？后天学的，所以我能够开车，相当于说 I know。我现在知道了 how to drive a car， 那就不是 I am capable of driving a car， OK 啊，那老外还是有这样的差异区别的啊，好，这是能力 ，OK， 我们往后翻啊，好，翻到后边。就是280页最上面一句话画出来，280页最上边的一句话画出来，就是尤其是当句子主语是有生命动作执行者，有生命的就是人称主语，简单来说吧，人称主语 OK 啊，是人类啊，动物啊，那么这时候这个潜能往往解释的是能力啊，如果是无生命的主语，那这个潜能就解释成可能性 ，OK 啊，就是英文会这么看啊。但在我们汉语，其实有时候好像怎么讲，可能能力也是怎么讲，都混在一起的，是吧？好，那么这个主语相关关系呢，我们
下页表格就有了，看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对吧？所以就是留下 ability 这个啊，它主语呢非人称主语是不会的，能力上一般是人称主语啊。好，这是现在将来的能力，我们再往后翻到过去的能力好吗？就 can do 啊，可以表现在，可以表将来，跟那个上节课讲的推测一样，还记得吧？现在的推测，将来推测都是情态动词加原形 do， 对吧？过去推测呢，情态动词加 have done， 对吧？加 have done。不过能力，大家注意啊，能力是属于基本用法，就不存在 have done 了，能听懂吗？因为我第一节课就讲过，基本用法是不存在情态动词加完成式的，都是情态动词加一般式的，能听得懂啊？所以呢，那么过去能力会不会比说情态动词加 have done？ 没有的，听明白？没有的啊。那么过去能力，你只能把情态动词变成过去式，把情态动词变成过去式 ，OK？ 啊，那变成过去式呢？我们看这里啊。所以你我写在哪里？写底下啊。比如 can do 啊，是现在和将来啊。现在一般情况吧，或者是将来能够干嘛？对，做某事啊。Can do 是现在或将来能够做某事 ，OK 啊。那我要表示过去能够做某事，也就是过去的能力啊，过去能力。好，那么。我们前面讲推测，我刚才就说过，前面是推测呢，就会情态动词加完成式。那在这里不存在情态动词加完成式，为什么？因为它是基本用法，基础用法，基础用法都没有什么完成式，听明白？啊，所以呢，它只能是把 can 改成 could 过去式加 do。OK， 所以过去能做某事，我们用 could do 啊，所以这个 could do 挺好，这是个 could， 它是个过去式。我们再比较前面讲推测啊，讲推测用法你还记得吗？ could do 不表示过去，还记得吧？对吧？ could do 不表示过去，它只表示可能性低一点。那是怎样才能表示过去啊？ could have done， could have done 才表示过去推测，对吧？ OK， 所以大家千万要注意啊，那表示能力的时候，哎， could do 它就是表示过去了啊，表示过去了，这属于基本用法啊，所以还是回到一开始讲的推测用法、基础用法和虚拟用法啊。所以讲的基础用法和推测用法有本质区别啊，形式上都不一样了。好，然后呢，比如过去虚拟呢，我们也可以不是过去虚拟，过去推测、过去能力，我们也可以用 was 和 were able to do。OK。啊，再次强调，所以你看到没有，能力这个基础含义的时候，它是不存在 have done， 你是见不到说 was able to have done， 没有这个形式啊， was able to have done 没有啊，所以你要把 could 写成 could have done， could have done 就不可能表示能力，听明白？不会表示能力啊。好，所以这个基本概念，听明白？基本概念要非常清晰，我一开始就强调过啊，好好整理一下。好，那么现在我们讨论什么呢？讨论 could do 表示过去能力，和 was able to 也表示过去能力，对吧？那它这两个过去能力有什么区别呢？啊，这就是下面讨论的过去能力啊。好，这就在285页书的8.8节 ,OK。好，然后呢我把这个擦掉了啊，不擦，现在留一下我在书上一开始有这样几个例句很好，就是比如说我明天可以去迪士尼了啊，未来某一天 我希望我未来某一天可以去迪士尼 OK 啊，对，我要改成过去就 I could go to 啊Disneyland
大家看这个例子来，但这是我要关键说的啊，叫 I could go to Disneyland yesterday 啊。但如果是对应的今天啊，我今天能够去迪士尼乐园， I can go to Disneyland。 上海不是开了吗，是吧，啊，上海说那个票很难买，是不是啊？好，那么迪士尼乐园今天能去，昨天能去，大家看一下啊，你可以说 I can go today， 然后呢我说你把这句话变成过去式，那变成过去式我说变成昨天是吧， today 变成昨天 yesterday， 然后 can 呢变成它过去式 could， 变成它过去式 could、按道理讲这样变就可以了是吧，但是一般这样说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英文中是不存在这个句上面这个句子的。那为什么不存在上面这个句子呢？是因为你要这么讲的话老外听不懂，老外听不懂你昨天是去了还是没去。你说 I could go to Disneyland yesterday， 老外是不知道你去了还是没去，听明白。好，那我们现在分别来讲去和没去啊。假如你昨天是去了，你昨天事实是去了迪士尼乐园对吧，成功的去了，那这时候英文呢，哎，你要强调你就直接说 I went to 就可以，但你要表示就是好不容易去了一次 OK， 你可以说 I was able to go to，所以呢你要是真的去了你就可以用 I was able to go、具体的能力具体的过去、我终于能够去了 OK， 如果昨天没有去，那没去怎么说呢，好，没去是说本来是能够去但因为什么事耽误了所以昨天没去成，我们就会用虚拟了，叫 I could have gone to Disneyland yesterday。 好，大家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老外看不懂这句话叫 I could go I could go， 老外看不懂是因为读完这句话他不晓得你是去了还没去，不晓得。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去了如果去的话，哎，你可以用上面两种方式叫 I was able to go， She was able to， 区别出来了对吧， was able to。 如果你想表达说我昨天是能够去但是我没去，明白吧，本来是能够去但我没去，这不就虚拟了吗，那么老外会用 I could have gone I could have gone 表达出来 OK。 所以总之呢英文一般不会讲 I could go to yesterday 这个句子的，是没有这样句子的啊。好，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 could 表示过去能力的问题了对吧，好，因为呢我们前面讲潜在可能性啊，潜在可能性啊，因为昨天的事情同学们看一下，我今天的事和未来的事都具备潜在可能性，你体会一下，我今天能够去迪士尼乐园你可以说 I can go 对吧，因为我可以不去，是不是，今天的事有潜在可能性，将来的事情更有潜在可能性对吧，而过去的事同学们昨天的事潜在可能性有吗，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永远的过去永恒的在过去它必定是发生和没有发生，是不是对吧，是英文，你看英文这个逻辑多精准是吧，你看你谈过去的事情没有什么潜在可能性对吧，不管你去了还是没去都是一个什么继承的事实，是不是，那么继承事实就违背了 can 这个词的核心意思，潜能潜在可能性，所以就不能用 can 的过去式克制了，明白的道理吧。好，那么昨天的事情无外乎做成了，
或没有做成，对吧？好了，那么做成了呢？哎，你就用 was able to。 没有做成呢，我本来是可以去，但没有，实际没去，没有做成，没实际没成功，那你就用 could have gone。 could have gone， 明白的意思吗？ OK 啊，好，那么所以 could 表示能力，过去能力是可以，那怎样的能力才可以呢？它只能谈过去一个大的时间范围下的这个一般的，我常说一般的能力啊，这个一般能力什么叫一般能力？就是过去一个大的时间范围内它具有潜在可能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说我10岁的时候啊，就能够把英文什么什么，就能写很好的英文文章啊，或者把英文说得很好啊。好，我10岁这个时间就比较大，然后呢我就具备能说好英文这个潜在可能性啊。所以简单来讲，我用个术语概括，就具体能力和一般能力。过去具体能力用 was able to， 过去一般能力才会用 could 这 OK。 好、哦、我们有很多例句来看啊。因为我要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的话，也许一时半会还很难反应过来。我们看例句来体会一下啊。287页啊、中间这一段我解释得非常清楚，看一下啊。好，有这一段就是从第五个例句，287页第五个例句下边的解释，大家好好理解，好好画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将来能够今天能够去迪士尼乐园，强调是一种潜在可能性，不一定真正去实施，对吧？明天我可以去啊，今天我能去啊，不一定真的去实施。也就是说，尽管理论上我是可以去，但实际上可能不去，对吧？可是呢，一旦换了过去时间，就不一样了啊。尤其是昨天这样具体过去时间啊，所以昨天能够去迪士尼乐园只表达一个确定的事实，没有潜在可能的意思，所以违背 can 的核心意思，所以我不能用 can 的过去式 could 了啊。好，那怎样表达呢？怎样表达过去能力呢？简单来说，往下看画下啊。简单来说，二者区别是好，画出来，这点很重要。could 表示过去一般能力。那什么叫过去一般能力啊？后面解释，往底下一行啊。过去一般能力是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其实啊，想做某件事，随时可以去做，而并不说明过去真的去实施这个行为了，只是过去具备做这个活动的能力条件，并不强调真的去做。而我昨天去迪士尼乐园呢，那是太具体了，听明白？昨天这个时间太具体了啊，他否定了昨天这个时间，否定了过去的可能性啊，所以太具体的过去就不能用克制，只能泛泛的谈一般的过去，才可以用 could，OK，啊，好，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较一下，看一下啊，比较一下，第六个例句看一下，第六句说 I could run， 我能够是过去能够啊 ，after bus， 我以前年轻那会儿能够追赶汽车，对吧 ？OK， 能够赶得上汽车，好，大家看啊，我在年轻的时候，20多年前那会儿啊。你看20多年前是个过去没问题，但20多年前我能够赶上汽车这个能力，我强调我具备这个条件，具备这个能力，并不强调我真的去做这个事情了，能听懂吧？它跟昨天去迪士尼是不一样的，昨天我能去迪士尼这个就是太具体了啊。20多年前我具备这个能力，就是一般的能力，我可能去做可能不做，是有潜在可能性了啊，
所以第六个例句这个二十多年前这个表时间状语表达就有潜在可能性了，所以我们就用 I could run 没问题啊 ，But I can't do that now 现在不能了。好，你再看第七个例句。第七个例句你看啊，第七个例句我讲非常具体一件事情，叫 I ran after the bus yesterday， 昨天我追赶那辆汽车啊，最终呢赶上了，最终赶上了 was able to catch it。 所以看啊，我们比较主要是这个时间状语啊，时间上表达，一个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很泛泛的一个过去时间啊，而且是很大的一个过去范围内，是不是？昨天呢就没有这样过去范围了，对吧？所以把就非常落到实处了，就是一定要去做啊，就没有可能性了，对吧？没有潜在可能性了啊。其实老外在思维上是有这样差异的。好，在第七个例句上边啊，上边啊画一下，我的中文英文解释画一下，叫所谓过去的具体能力，就表示主语在过去某个特定场合所实施的具体行动，就是真的去做了，听明白？我昨天追那个车啊，真的去追，真的去啊赶上了那个啊，没有不是潜在可能性，不用 could， OK， 而要用什么 was able to 啊，往后画，或者用什么呢？这时候我可以说成啊叫成功做某事，是我强调成功了，做成了，做成什么事了，听明白？啊，其实不是表示我一般的能力，而是表示我做成了啊，成功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用 was able to 这个意思，或者用 succeeded in doing something 画出来啊，都看到了吧？ succeeded in doing something， 也可以用哪个 managed to do 画出来啊，都是表示成功了。所以你以后看到的三个表达叫 was able to， 然后 succeeded in doing something。Managed to do something 啊，就是做成了。你们体会一下，做成了和我能够做啊，泛泛的他能够做还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你想，昨天这样具体时间、过去时间，排除了可能性，也就排除了 could 啊。你做成了，哎，做成了就用。Succeeded in doing, managed to do, I was able to do, 就不能说 I could do, 听明白啊？好，我们再往后翻288页第八个例句看一下，第八个例句啊，第八个例句，我要比较啊。就是迪士尼乐园创始人啊，他在谈到迪士尼设想的原话怎么说的啊？好，第八例句你看后面黑体字叫 can experience together some of wonders of life 啊，能够体验到生命探索奇迹什么神奇是吧？啊，感到愉快 can experience， 这表示一种可能对吧？能够有这样经历嘛？能够经历到这些嘛？啊，一种可能啊。好，然后呢我现在用过去式来转述他的话是吧，所以我底下改写用过去式转述他的话，叫 Where parents and children could have fun together and could experience some of wondrous life and adventure、啊、因为我主语我前面是 revealed OK、啊、好，所以我这个 can experience 和 could experience都不是表达具体去做事情了，而是有这个条件，具备这个条件去实施，对吧？啊，能够都具备潜在可能性。OK， 好，我们看第九个例句比较了啊。第九个例句我就讲昨天了，非常具体啊，然后上周也可以了啊。上周某一天，对吧？上周某一天我去迪士尼乐园啊，疯玩了一把，那感觉叫 I was able to experience the wonders of life and adventure。OK， 啊。所以在这样语境中我们就不会说 I could 上周 I could do something last week， 不会的，是 I was able to experience the wonders of life and adventure 什么什么 okay, last week， 这样就会自然一点。好，第十个一篇文章是新概念上面的啊，新概念上面的。好，我们好好看一下
这篇文章可以看到老外在用 could 和 was able to 等等的，他是很注意的啊。所以你要懂英文的时候的话，懂英文的话，你能看到英文老外在写的时候，他背后想要表达的东西，听明白？不是表面的意思啊。我常常强调这一点，你要真的懂英文呢，你能看到老外在遣词造句背后的那个东西，想思考的过程啊，差异。好，我们简单看一下啊，我们就看黑体部分。好，书上的288页第十个例句的第三行 ，OK， 电子版我就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啊。第三行有这个啊，好，叫 Joseph 啊 ，was able to， 好 ，was able to set up， 就是把他的帐篷支起来是吧 ？set up 啊。His camp， 他的帐篷啊，搭在哪呢 ？Very close to volcano， 离火山特别近的啊，就说他能够把自己的帐篷啊搭在啊正在喷发的火山的旁边，对吧 ？OK， 好，大家想想看，他在 set up 这个行为的时候，并不表示他潜在可能，是表示他真的做了，是吧？他当时就这么做了啊。好，后面讲 while it was erupting violently， 因为当时火山还正在猛烈喷啊，然后他哎把帐篷搭在这旁边了。好，后面换词了啊， though he managed to， 好， managed to 也是成功了啊，叫 take a number of brilliant photographs， 他当时拍了好些照片，对吧？很棒的照片啊，所以他当时就 managed， 就是说他因为离火山很近，他真的拍了一些照片，那么拍到了，你看都是很具体的，在做实施了，成功的做了啊。好，然后后面可以叫 He could not stay near the volcano for very long， 尽管拍了照片，但是他在火山很近的地方不能待太久，不能待太久。好，大家注意啊，这个不能待太久，这个不能否定了。那这个 stay 也是一个具体的能力，对吧？对吧？也是个具体能力。好，在否定句中没有区别。再说一遍，在否定句中我们就不再分具体能力和一般能力，过去具体，过去一般能力了，因为就没有区别了。我们说区别只是强调，只是在他们在肯定句的时候，肯定句的时候。OK， 所以我这个 stay near the volcano， 它也是个过去具体的东西啊。如果我说他能够待在这个火山旁，那我们不会说 could 了，我会说 he was able to stay， 听明白 ？He was able to stay 是个具体的行为嘛？但因为我们是否定的，所以在否定句中他们俩就不区分了，听明白吗？所以我这里可以说 he could not。但你也可以说 he was not able to， he was not able to 啊，好，这要注意，其实这还是具体事情啊，不是潜在可能性。好，再往下看，往下一行就是又讲到了啊，然后这 but 这个人怎么样 managed to do， 又是讲他成功的逃脱了，是吧？逃离了 ，OK 啊，所以这个 managed to escape just in time。它也是表示具体的能力啊，虽然那个岩浆啊把它包围了，是吧？但是它最终呢没有被岩浆给烧死，成功逃脱了，都是过去非常具体的实施了这个行为，不是潜在可能性啊。所以用 managed to do， 所以它不会说 could escape， 不会说 could escape 啊。好，再往下看啊。He waited until the volcano became quiet. 好，等到这个火山怎么样啊？慢慢降温，对吧 ？OK， 慢慢不喷了，是吧？啊，然后呢 ，He was able to return 2 days later. 然后呢，两天后呢，他又再次回到那里去。啊，就两天后他做了没有？真做了。像我讲 this time 这一次就是两天后的那一次，是吧？ He managed to climb into the mouth， 啊，他能够爬到啊，设法爬到这个火山口啊，叫 mouth， OK， 好，他真的爬到，所以这个描述都他讲这个人他
在过去那一次真的做了啊，成功的做了这些事情。OK, 啊。好。然后再往看一下啊。往后看一个下面说 so that 的话出来 ,so that 是目的啊，目的对吧，目的 ,OK。好，在目的 so that 从句里大家记一下，在 so that 从句里我们往往会加情态动词。记下来啊 ,so that 表示目的啊。那往往会加情态动词，加什么情态动词，可以加 may,May, may, might, could, can, 这样的情态动词。好，大家看啊，在这么多上下文当中，我只有这一处肯定句用了 could take, 用了 could take, 是因为这个 could take 表达了可能性。为什么？因为他爬上这个火山口。爬上火山口是干嘛呢？是以便于他能够拍到这样好的照片。大家注意啊，他爬是成功爬上去了，但他真正能不能拍到这个照片呢，还是不一定的。所以他有具备潜在可能性的。能体会到吗？啊，就说也就这么讲，就是他能够拍到这样照片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前提条件是一定要到这个火山口，对吧？但是呢，到了这个火山口并不能保证你百分之百就能拍得到这个照片。听明白 ?OK。所以它具备了潜在可能性。所以这里呢，哎，老外可以用 could take photographs and measure temperatures。啊。所以我们看整篇文章啊。上文。提到这个人做成那件事情的时候，做成那件事情的时候，他用的就是 was able to, 用的是 managed to do, OK。然后他讲他做不到某件事情的时候，那用 could not 可以，用 was not able to 也可以 ，OK。好，然后在这个 so that 从句强调这种可能性啊的时候，他用了 could take。所以这个 could take 你要体会到，就说他就作者表明，他即使爬到这个火山口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拍到了这个照片，爬到火山口只是他拍到这样照片的一个前提条件啊，但是啊并不是所谓的什么不是那个充分必要条件那种感觉 OK 啊。所以你通过老外的用词你能体会到他真正想表达什么意思 OK 啊。好啊，这是这样一个短文里边的，我们再看更多其他例句，体会潜在能力和实际行动啊。对，为了更好理解，我就把它说成过去潜能啊和过去实际行动，对，这样更好理解。其实我后面我书上后面也改换了说法，这样让大家更好理解。过去我写在这里啊。过去潜能和过去实际行动，对，你从这两角来讲啊，过去潜能过去实际行动 OK。 好，你只要记住一点什么呢，就过去实际行动不能说克制，就这一点大家记下来，就谈论过去实际行动不能用克制，could do 不可以，就这一点啊。所以当然了，这背后是你要知道，你要能够辨别出过去潜能和过去实际行动了啊。所以你看又增加了概念了是吧。所以学英文呢，就是在我们脑子里，在我们中文的脑子里，汉语思维里不断加概念加概念加概念加各种各样概念啊，这样就帮助我们更加精准看这个世界，看你的活动，看过去的事情，明白吗？啊，反正我的体会是，通过汉语好像是不大能看出来，通过汉语不大能看出来，但通过英文呢，哎，能看得出来，啊，
但我们也能听得懂，因为的确是有这样区别嘛。只不过我们汉语语言里啊，汉语语言表达里，或者说不像英文那么精准去传达这样的差异。OK，好，我们再看潜能啊，第十一个例句看一下。但我下面有句话啊，表示过去潜能，用 was able to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但不像 could 那么常用。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来，我把这个表格给你吧。我把这个表格就是刚才表达意思，因为我讲了很多，我怕你们乱掉了啊。好，看一下，你首先要看肯定句和否定句。大家注意，在否定句中，他们俩没有区别。OK，是在肯定句啊。肯定句呢，啊，我们分过去潜能、过去实际行动。OK，好，could 这一栏我们只能把过去潜能打勾，就是说，在肯定句表示过去潜能，你可以用 could，也可以用 was able to，看到没有？对吧？很清楚了吧？哪一栏是空的？这一栏是空的，对吧？所以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就说过去实际行动不能用 could 表达，其实就这么一点啊，就这一点啊，你抓住这一点就知道了。那么过去潜能呢？哎，两个都可以，用 could，用 was able to 都可以表示过去潜能。不过呢，could 会多用啊，我们平时用的多的是 could，也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 was able to 三个单词太啰嗦，could 就一个词是吧？could 就一个人。Was able to 三个太啰嗦了啊，所以表潜能的时候啊，尽管 was able to 可以，但我们更多的是用 could 啊。那表示过去实际行动呢？哎，就不会用 could 啊，用 was able to 或者刚才说的 manage to do 好，这是肯定句。否定句大家看到了，否定句呢其实不区分了，都可以啊。所以过去实际行动在这里啊。过去实际行动用 could 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因为这时候是否定了嘛，就不是 could，是 couldn't，对吧？所以 couldn't 可以谈过去实际行动没有做嘛，没有做，OK，啊，明白吗？所以这个表格就表达很清楚啊。所以通常用表格，不用表格，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怕大家乱套了。好，我问大家，你们现在乱了没有？乱了没有？思路清楚吗？应 该清楚了是吧？因为有这表格就清楚了吧？如果没有表格，我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会把你们绕晕了啊，对吧？好，其实说真的啊，同学们，很多时候你们回家是需要加工的，一定要回家加工啊，回家自己要整理你的思路，因为你可以回看嘛的，一定要整理思路啊，Sandy 说乱了，怎么会乱了呢？好，你就记住这一点就完了，就这个空格没有 could 嘛，其他都可以用 could 嘛，不就完了嘛，是吧？然后再讲简单一点，就是说，如那你再讲简单是偷懒的方法，以后表示过去能力，你首先想的都是 was able to 好吗？来，was able to 啥时候都可以，was able to 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看到没有？OK。好，樱桃方说的很好，直接用过去式不行吗？可以啊，直接用过去式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只不过意思不一样嘛。您过去式很平淡，我昨天去迪士尼了，你要用 was able to 表示，哇，谢天谢地啊，我盼了好久了，昨天我终于成功的去了迪士尼，表示很不容易的感觉，听明白？含义不一样嘛，懂了吧？OK，所以你 was able to 是强调啊，费劲巴拉的，很辛苦的，很不容易的，哎，做成了啊，不是简单的 did 那么很平淡啊，很没有强调意味。OK，好，樱桃班明白了吗？所以这个情态动词，对，情态动词它增添了含义嘛，啊。对，如果怎么讲，你可以这么类比啊，你看一下啊，你可以说，对，
He did something, 对吧？啊，那就是他就很简单，他做了这个啊，就很简单就陈述这件事情，和你这么讲 ，He succeeded in doing something。你体会一下，汉语感觉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就说他做了那件事情，很简单，就是在陈述，对吧？第二个呢，他终于成功的做了那件事，他终于成功的做了那件事，是真正的含义。那按照我们汉语的逻辑也是啊，就是说说明做这件事不容易的，对吧？很费劲的啊，或者说也许其他人做不到的，其他人都做不到的情况下，他终于做成了。所以要表达这个含义的时候，你给我来个 could， 你给我来个 did， 那 did 没法表达这个意思啊，明白了吧？啊 ，he succeeded in doing， 就是 he was able to do， 所以他比那个 did something 含义更丰富了啊。好，这样就理解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讲过去能力啊，这个是用这个。表达的时候都是不是简单的，就不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么讲吧，不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或者不是随便普普通通的就能做成的，说明很不容易的，明白吗？啊，比如你那个追火车，比如说啊，一般人赶不上火车的，对吧？哎，我年轻那会儿我能赶上火车，或者我昨天追那火车，真跟着火车后面跑啊，我把火车真的给抓住了。这一般人做不到啊，对不对？所以我能做到，他能做到 ，He was able to，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嘛。OK， 好，288页例子看一下，体会一下啊。因为你既然强调能力了啊，这个能力就也许言外之意就说一般人不具备了，当然他也可能各种言外之意。好看11题一个叫 He could 或者 He was able to OK pull down a bull。他能把一头牛拉倒，但我们再说一头大象给推倒，啊，拉动一头大象，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是吧 ？OK， 然后 acknowledged as a man with superman strength， 然后呢，他因此被认为是具有超人能力、超强能力，是吧？啊，好，大家看啊，第11句。我用 could 或用 was able to， 但你别忘了这个 was able to 以后就要理解好，但它到底表示具体做还是表示一个可能啊？好，我就讲他曾经有这样的能力，对吧？你知道这个人啊，曾经他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啊？能够把大象拉倒，或能把牛拉倒，然后所以被授予什么 ？OK， 被认为是什么什么？我这不是强调他真的做了，而是强调他过去有这样的能力。是泛泛之谈的，叫一般能力，所谓的一般能力。OK， 好，第十二个例子啊，体会一下。我3岁那会儿啊，3岁就能够干嘛干嘛，我3岁就能够背诗歌啊，我3岁就能够做什么事情，这也是表示我3岁那时候的能力，也是一种潜在可能性，并不表示我现在但是在你面前背给你听，不是这样子，体会到了啊。好，所以你看我用的时间状语都是比较范围比较大的啊，不是非常 particular， 是非常 general in general sense， OK 啊，非常一般的意义上来讲的啊，不是强调特定一次叫一个 particular 那个 act 啊，特定一次不是强调特定一次，所以强调特定一次你就不能用 could 了。先记住这个空格，这个表格啊，就在这一块是吧？这块空出来了，could是不能的啊。好，14题看一下啊，叫 In those days， 在当时，在那些那个岁月，比如说 ，few workers could support their families， 很少有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在那个年代啊，大家体会一下，对吧？很少有工人能够 could。也不是表示具体的一次，对吧？是表示一个潜在的能力。好，我们再看下面具体能力，体会一下啊，非常的特定的时间啊。好，15题看一下15例句 ，They were able to get tickets 啊，他们
终于能够弄到这个票了 ，OK， 终于搞到这个票了 ，OK， 上周。但你也可以说 I got tickets， 那 they got tickets， 那就很平淡了，他们拿到票了，弄到票了，不像 were able to， 就好不容易啊，费劲巴拉的，千辛万苦，终于搞到那个票了，啊，有这样的不同的意思 ，OK， 嗯。好，我们再看一个十八题说 I applied everywhere， 我就是毕业面试找工作啊，然后 finally 最终呢 I was able to get a good job， 最终呢我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所以你体会一下 I was able to 就是表示过去的具体的，对吧，就那一次真的弄，后来应聘上了，而不是说我在过去那时候很牛啊，我完全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我要说 I could 这个工作，那我可以现在可以不工作，可以没有工作，听明白？只是我当时有这个能力，所以不一样吧？我 I was able to 呢，哎，就是得了这份工作是很具体的。嗯，好，再看，二十题，The fire 这个大火啊，火灾 spread through the building quickly 啊，当时你看大楼起火，可不是一般的，对吧？你想想看，一个大楼起火，那经常起火啊，还潜在可能性啊，好像他就是想具体那一次是吧？发生火灾那一天，体会一下啊，那天发生火灾，那个火灾怎么样 ？But everybody was able to escape， 但所有人。啊，都最后逃离了那个大楼，能体会一下啊？一栋楼起火，我是在描述具体的那个火灾事故的那一次火灾事故，是非常具体，对不对？不是谈潜在可能性，体会一下啊。所以在这样语境中，二十题，在这样语境中。啊，在英文思维里是讲不出 everybody could escape， everybody could escape， 体会一下，好好体会一下。你讲这个大楼起火了，你再来一个说，当时每个人是能够逃脱的，用 could escape， 老外就有点奇怪，老外就觉得莫名其妙。大楼起火这么具体，你用 could， 你到底表达啥意思啊？如果你想要说大家本来是可以逃脱，结果没有逃脱，本来是可以啊，但结果没有逃脱，那你就不能用 could， 你要用 could have escaped， 听明白？你要是表达真的成功的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你就用 was able to。好，这个例句很好，好体会啊，所以就很明确了，这样表达就很明确。在大楼起火，谈论这个大楼曾经发生那一次火灾，这样这么具体的一个事件当中，你要用 could escape， 在老外看来没法想象，他到底表达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他听不懂呢？就是因为他本能的，在他脑子里思维本能的，他会 could escape。他会用从潜能角度来体会，听明白吗？那么从潜在可能性，他会本能会这么想啊。可是大楼起火这么具体，和潜在可能性是冲突的，哪有什么潜在可能性啊？如果你谈那一次的潜在可能性，那就用哪个表达？那是 could have done， 听明白吗？那这个潜在可能性，你们也懂，就是虚拟句，就当时其实本来。完全让所有人都逃出去是完全有可能的，懂了吗？但是因为什么情况导致所有人都死在那个火灾里去了，那也是确定的，听明白？这个例子很好啊，比如说我讲的这，我突然又想到是哪一次，去年还前年2014年，在哪里，南方哪个工厂，制衣厂，然后因为讨工资，因为一个男的把那个女工是吧，那么多女200多少女工，几十个五十多个女工嘛，关在那个一下起火，全部烧死了，
那谈论这样一个具体火灾的场景啊，我们无外乎说，第一，所有人逃出来了，成功了吧 ？Was able to。第二，他们本来完全可以逃出来的。那这么一讲你就明白了，实际上没有逃出来，那这不就是虚拟吗？对吧？那虚拟表达怎么样 ？Could have done，could have done，OK。所以在这样具体语境中，你用 could do，could do， 老外听不懂。听不懂的原因就是他要从潜能角度去理解，但理解呢发现冲突，理解不通。好，好体会一下啊！我相信我通过这里我这么解释，大家应该理解加深了吧，又更加好理解一点了啊。怎么样？问你们，问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吗？理解多做一点了吗？火灾场景这个很具体，很好啊。对吧？所以其实讲到这里啊，这个英文呢，同学们，这个时态呀，这个情态动词啊，这个虚拟语气啊，你们课后要大量在阅读中去检验、去思考、去观察，一定要这样啊！不是说听了我的课就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会了。肯定远远不够，听我的课相当于给你打上了一扇门和一扇窗，让你们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原来还有这个方向，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口子，一个门，那么你要自己要走进这个门，或跳过透过这扇窗往外看，明白吗？啊，所以不是说听完我的课什么万事大吉了，一定不是啊。我是让你们意识到有这么回事，接下来呢，你们在今后几十年的英文学习中都要不断去观察、去思考、去体会、去验证，因为这也就是我学英文的过程，我学英文的经历啊。我看英文不只是看表面意思，我都是要看它是不是符合那样的规律啊，那样的上下文的语境的意思啊。同样的啊，下次你要看 was able to， 你又问自己，它是表示潜能还表示实际在做了啊？看了课程你又问自己，它是表示可能性吗？还是表示过去的一般能力？还是表示许可？还是表示虚拟语气？明白吗？所以这就为什么情态动词很难，情态动词比如说这个课的过去式，这个情态真的很难。为什么？它要没有语境的话，它各种意思都可以有，各种意思都可以有。OK， 啊，好，有同学看到课的啊，那我就看25句啊，我们就看25句啊，看一下啊，25个例句叫 "I could repair the old car" 和 "I was able to repair the old car"， 那是不一样的。好 ，Sandy 问啊 ，Sandy 问的问题就是说，跟现在有关系吗？是不是现在就不能了？没有关系，现在不能了吗？错误。但我谈过去，我与现在没有关系，听明白？不要以为说过去能够，现在不能，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但可以存在说过去能，现在不能，可以有，但并不是必然有，听明白？啊，讲到这里，我们有很多同学有很多混淆或很多误解啊，就是说。过去是一定是过去，过去有，现在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子啊。也可能表示过去有，现在就没有了，也可能不是，听明白？因为我只是表达在当时那个语境，过去那个语境，描述过去语境下的情况，并不代表说现在就没有，不存在了，不是。Sandy， 回答你问题了吗？听懂了吗？其实还是要看具体语境啊。好，那就是这样句子呢，您刻的就是从一般能力去理解，那一般能力去理解那个 the old car， 它这里就是个泛指啊，就不是个特指具体那辆旧车。
你第二个呢 ？I was able to repair the old car， 那就特指具体的一辆旧车。OK， 所以从这个宾语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宾语的含义是不一样的。OK。所以简单来讲吧 ，could 表示泛指能力，就跟那个泛指有联系，对吧？那么 was able 表示特定的行为呢，就跟特指啊。简单来讲 ，could 表示泛指 ，was able to 表示特指啊，对吧？嗯，好，下面一篇文章二十六题也是新概念上一篇文章，我们看一下啊，新概念上一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用词，第二行啊，第二行啊 ，His men were able to take a great many photographs 说什么？好，也是讲，那么就讲那一次，讲那一次飞行。他前面讲是叫1929年第一次成功的飞越南极，是吧？飞越南极 ，OK， 啊，然后呢，开始拍了很多照片。就讲那一次啊，讲那一次 ，were able to take a good many photographs of the mountains that are low below 什么，拍了很多照片。They soon 很快呢，大家注意前面一个 though 是让步状语从句连词啊。They soon ran into serious trouble， 很快遇到麻烦。这个麻烦也是在那一次啊，在那一次飞行中啊，很快遇到什么麻烦，遇到什么困境了呢？好，和我们讲叫 at one point。就在飞行的某一个飞行途中啊，某一处啊 ，It seemed certain that 很可能什么 ，the plane would crash， 他们飞机会怎么样？会坠毁是吧？说明高度不够，因为它在山上飞嘛，啊，高度不够会撞到喜马拉雅山上去，比如说会撞到高山上去，所以飞机必须拉升高度，抬升高度才能飞越这个山峰，对吧？是他家讲的这个意思啊。好。再往下看这句 ，It could only get over the mountains。好，这个 could 大家体会一下，这个 could。好，我们看这句话啊，好体会，好好分析一下。It could only get over the mountains if it rose to 10,000 feet。这里有同学会问的，会说。这里不那叫什么？不是表示那个具体过去吗？对吧？那么具体过去为什么过去那个具体的一次啊？为什么会用 could get over 呢？为什么会用 could get over 呢？谁来解释？谁给我解释一下？这里 could only get over the mountain， 既然是在这么具体的一个语境中，为什么用 could get 肯定句中用这个 could get 呢？为什么不用啊？他没有，当然可以说 was able to get 啊 ，was able to 啊，为什么用 could 呢？好，一般的过去，一般的过去。那这一般过去怎么理解它是一般的过去呢？非常棒 ，Michael。好 ，Mike， 我 Mike 讲的非常好，对，李军讲的很好，非常好，没错，非常棒，跟了条件，非常棒，没错，他是跟了条件，他可不是具体的飞过，他是带有条件的，满足10,000英尺这个高度这个条件，他才能够飞过去，所以还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一个普通的一般的能力，并不表示他做到了，他是满足10,000英尺这样一个条件下，他才能够干嘛？还是一个一般能力，所以注意后面的条件句，听懂了吧？非常棒啊！旁边写一下，有书的同学在旁边写一下。好，这个课的。尽管我这个上下文语境是谈过去具体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我这个句子，某种意义上讲，它脱离了，某种意义讲是脱离这个具体过去语境了，明白吗？它是谈一个条件，你这个飞机想要飞过那个高山，那怎么也得要达到
一万英尺这个高度才能够，这个能够 ，OK 是有带上这个条件的啊。他也不是表示他当时具体做了这件事情，具体，但是啊，其实他还是个普通能力，一般能力，过去一般能力。好，我还要提醒大家是这个 only 啊，谁给我解释一下这个 only 怎么回事？叫 could only 把 only 画出来，这个 only 怎么回事？怎么解释？好，这个 only 你们注意了没有？ Michael 说的对，这是 only 其实和 only if 在一起搭配的，记下来。Only if 是一起搭配的，表示只有，只有，不是只要，是只有啊，只有满足这个条件下才可能怎么样？非常好，所以 only if 合在一起用，它有时把它紧跟在一起 only if， 有时把它拆开，把它拆开呢，把它 only 摆在主句谓语后边，我们这就把 only 摆在主句。那个情态动词 could 后边了，其实这个 only 和 if 要连在一起翻译，就是说只有上升到一万英尺这个高度，它才可能飞越这个，才能够飞越这个 mountains。OK， 嗯，听明白吗？啊，所以这个句话看起来很不起眼，是吧？非常不起眼的一句话，其实里面你看还有都。你要想要分析就发现，哎，这个 could 能用 could 啊，这能用 could， 因为它真是谈了一个条件，在这个条件才可能，就是一种可能性其实 OK 啊。然后我还想说的是这个 could 大家体会一下，其实它有那一点过去将来的能力，就当时有可以改成 would be able to， 像那个过去将来能力那个意味，能体会到吗？你就把它想成那个将来时态啊，从句用过去式，主句用过去将来，和从句用现在时，主句用现在将，一般将来，还记得吗？啊 ，will be able to 对应的是 would be able to，OK，、okay? 所以这个 could 可以相当于 would be able to， 啊，满足这个条件才有这个潜能，它不表示具体一次，其实啊，好，所以你看老外在用词的时候啊，非常讲究的，对不对？可以用 could， 其实某种人就是他思维里的东西，懂吗？他也许。根本就不像我们这样懂规则，这样懂语法规则，因为完全是他从他思维里出的来的嘛。OK， 好，再往下看啊，嗯，下面喊啊，下面喊叫 The plan was then able to rise and it cleared the mountains by 400 feet。好，我接着往下看啊，是接着往上看。好，它是 bird at once 立即。因为前面讲条件了，只有飞过一万英尺才能够这个飞过这个山脉，对吧？高山，所以这个 bird at once ordered 立即命令他的这个队员怎么样 ？Throw out two heavy food sacks， OK， 啊，是把两个食物袋子扔掉是吧？好，把两个食物袋子扔掉之后，出现什么结果了呢？结果出来了吧？叫 The plane was then able to rise。好，结果飞机真的就成功的 rise， 所以这个是表示当时真做到了吧，是吧？所以 was then able to rise 做到了，而且做到了还有一个结果是什么？ It cleared the mountain by 400 feet， 而且不光是还离那个山头，离那个山的那个山顶啊，超过400英尺了呢，对不对？啊，所以这都是当时发生了具体的东西。OK， 所以他用 was able to rise，OK，、okay, 这样的结果性的东西。好 ，the bird now knew that he would be able to， 注意 would be able to 就是过去将来了，这个能力大家体会一下啊，过去将来了 ，would be able to reach the South Pole， which was 什么什么 ，OK， 嗯，所以我们上面 it could 这个。其实也相当于 would be able to 啊，一种过去将来这样的能力。好，啊，这是通过文章来讲啊，往后翻290页看一下，290页。
好，290页最上面一句话说了，这个 could, was, able to 区别仅限于肯定句，否定句呢啊，他们就不用区别，可以互换使用，就是我在表格里说的很清楚了啊。嗯，所以我上面刚才讲 couldn't stay, couldn't stay 那个例子对吧，对，三十题啊，他设法拍了一些，成功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呢不能待太久，那不能待太久是过去非常具体的事情对吧，因为是否定的，哎，填可以填 couldn't 啊。好，然后呢大家再看下面这个表格，来下面这个表格，你是就是我帮你总结一下啊，在做比较是能力和可能，然后我只限在肯定句中，所以这个情态动词真的很麻烦，肯定句是一回事儿，否定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疑问句又变了，然后情态动词又不同的意思 ，OK， 然后又把时间这个条件，所以你看它有很多变量啊，肯定、否定、疑问是个变量，对吧？然后时间。现在过去将来时间又是个变量 OK， 然后前态动词本身有不同的含义用法对吧，所以很多变量混在一起啊，真的挺复杂，前态动词真的很复杂 OK， 所以一个要 理清头绪。好，我们现在是比较什么，在肯定句中，然后是表示能力和可能这两个意思，然后呢 can 和 could 怎么使用的，试着把这个表格填一下，就是能力啊，你看这是能力吧对吧， possibility 是可能吧 OK， 然后能力呢我们讲是有，我这里是取什么能力，是过去的潜能，然后过去实际行动 OK， 谈过去啊，我不讲将来啊，讲过去啊，然后呢可能性呢有 theoretical 就理论上的可能，有 factual 有现实的可能对吧，要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非常清楚啊啊，课后还不断的巩固，不断加深啊，把这概念就是非常敏感啊。什么叫理论上可能？什么叫现实的可能？对吧？啊，什么叫过去潜能？什么叫过去实际行动？好，我这其实就四个概念啊，四个概念对应于 can 和 could 都是怎么使用的？大家试着填一下看，就打勾，你打勾，你会怎么打勾？怎么填这个表格？好，我们看一下。过去潜能 can 可以吗？但 can 不会表示过去潜能是吧？是哪一个？ could 是过去潜能是吧？嗯，好，过去实际行动 can 可以吗？没有。can have done 可以吗？ can have done， can have done 表示推测的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怎么好了，不是能力了对吧？而且是否定句才可以，肯定句中不可能出现 can have done， OK。这就前面的内容了啊。好，那么理论上的可能是谁？是 can 对吧？有了吧？理论上可能 ，OK， 啊 ，could 可以表示理论上可能吗？也是可以的。现实的可能呢 ？can 可以吗？不可以。could 可以吗 ？could 是可以的。好，所以结论是这样子的了，看一下。好，因此呢大家看到了啊，注意啊，我这是肯定句啊，否定句又是不一样了啊，否定句不一样了啊，我只讲肯定句啊，因为空间有限，所以画的表格要加否定句画的表格太大了。好，大家按照思路来啊，嗯，所以在这个四个概念含义里边啊， can 是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理论上可能，上节课讲过啊，理论上可能，什么叫理论上可能，还有概念吗啊，就是与现实没有联系对吧，啊，比如说这孩子有时会很淘气对吧，还记得吗，然后这孩子 脸色很白，那我说他可能病了，这就现实可能，这孩子可能很淘气，这不是理论，这不是现实可能，是理论可能对吧，啊，好，然后 could 呢，三个含义用法，对，即便张老师也会出错没错，对，你就记住这个啊，即使张老师也会出错，这就是理论上可能，听明白，这就用 can， 没错，是人都会犯错，我当然会犯错啊，我经常会犯错，经常糊涂的啊，越来越糊涂，越老越糊涂 OK， 好，大家看啊，这个表格就好了，
像这样就明白了吧？然后呢，我把这两个变红，为什么呢？看一下啊，我为什么把这两个对勾变红？是因为它们可以类比，它们来类比，它们有内在相似性，看到了吧？就说 can 表示理论上可能性，它的道理很像 could 表示过去潜能，道理非常像，体会一下，体会一下。这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和过去的一般的能力，过去的一般能力，它内在是相通的，内在是相通的。其实，好，体会一下啊。好，这是我们书上总结的内容，就这个表格，就这个表格，我们做练习啊，练习就都会了。好，我们现在就给你做一个题，看下来。对，AB 两例句，请他填下来，请他填，赶快。好，大家看，听听看啊。其他同学答吗？其他同学有答案吗？想想刚才说的啊，有同学填 BA，有同学填 AB，哎，不一样了，反过来了，再琢磨琢磨，再琢磨琢磨来。所以呢，大家要能够，就是对那个理论可能、理论上啊不，一般的能力，过去一般能力和过去具体能力的这个，要很敏感啊，很敏感。好，BB 保守一点是 AA，对，没错，保守一点是 AA。李军很聪明，哈哈。所以挺难的，你发现没有？真的挺难。首先，你要根据这个整个句子语境，你要能够看出谁是过去具体，谁是过去一般。所以，过去具体、过去一般，这个我们如果第一次接触的话，的确有点难，真的是真的难。我在掌握过去一般能力和过去具体能这个概念，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啊，我也是老是搞不清楚，真的，我也经常搞不清楚。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加深理解，慢慢找到感觉。真的，如果你以前没有听说过的话，今天一时半会反应不过来，非常正常。OK，啊，所以这点很难啊。一般能力、具体能力怎么判断，这是很难的。这第一，第二呢，然后你还要记住这个表格，来，你还别忘了这个表格，同学们，对吧？你看这表格有这么多内容。所以你要想会用 could 和 was able to，你要这个表格这些东西要知道，然后你要会判断过去潜能和过去实际行动，啊，所以这两个概念有时不好区分啊，但你要看得多了就很好区分了，所以回去要不断体会，不断体会啊。
多看看。好，你别忘了这个 was able to 都可以啊，四个都可以。然后 could 呢，三个都可以，只有一个不可以啊。所以我们要找出它是过去实际行动吗？那你怎么判断呢？好，你看我的判断啊，嗯，那第一个我们判断一下啊，到底是什么？他说即使 even though， 就注意 even though 后面加事实，加事实啊。好了，我给你们思考时间了，你们思考的比雪都要酷了，你们思考的结果和我的思考的东西看看有什么差别或者是一样的吗？看一下啊，要这么理解挺好。Even though 后面加事实啊，然后地震的大家注意，地震是很具体还很一般，地震是非常具体还一般。好 ，Sandy 说的对，地震那次，同学们，地震那次跟我们刚刚讲火灾是一样的，非常具体，听明白？一讲 the earthquake， 注意啊，这个 the earthquake 我讲的就是一个具体的那一次地震，所以这个地震你要取的什么意思呢？是特指，特指，不是泛指地震，是特指，明白了吗？所以我这个 the earthquake 是特指那一次地震。好，那一次地震把这个桥啊，叫 Skunk River 啊，跨越这个桥，这个河塞这个桥给毁了。即便毁了，地震毁了桥，但史密斯他们一家人依然安全的渡过了这个河，是因为他们有船，对不对？好，这是个具体的，所以你们现在在怎么讲？可以反省一下啊。你刚才对 A 句没有解读出是具体的行动的话，是哪里没有解读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没有把 A 句解读成具体的？是不是这个地震没有看出来？没有很好理解这个地震，对吧？地震特指的地震就是非常具体了啊，所以讲特定一次，那一次发地震啊，把桥给毁了，但是他们全家呢依然安全渡过的河，因为他们有船，所以 A 句只能填 were able to， 只能填 were able to， 是不能填 could 的，不能填 could 的。好，第二句，即便 there was no bridge， 没有桥过河，在八十年代，同学们看一下，我说在八十年代，这个时间可长了，是不是？在八十年代，啊，那段期间时间很宽泛，没错，时间非常宽泛吧？啊，在当时啊，八十年代那会儿是没有桥，但是他们家能过河是因为有船。而且你看啊，这个过河肯定是无数次，你觉得呢？上边这个过河应该是一次吧，体会一下，上边有船过河，正常来理解应该是一次，对不对？那么具体，底下过河呢，每天要过好几次，体会一下，是不是？啊，我看啊，有人是这样理解，地震把桥弄坏了，很可能多年没有修好，然后他家过了很多次桥。啊哈，啊，这么理解，这么理解。好啊，另外一个同学啊 ，XY 说 ，A 句我理解了地震，但觉得 Cross Rail 不是具体的一次，也可能是来回想啊，来来回回就想一般时间啊，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OK， 好，没错，你要想着来来回回，那我就问你啊，发地震了，桥毁掉了，你来回过河是干嘛呢？你为什么来回？你要逃命啊！所以我 A 句就想着要逃命啊，对吧？明白吧？就想去一次。啊，想到的是什么？能啊，熊本县的余震不断。不，你要来回在发地震这个语境下，你要来回过河是干嘛？我这意思应该正常的常识啊，或者正常就说要逃命嘛，是吧？或当然要更多的上下文会更好理解啊，就一次嘛，赶快过河，然后
啊，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就一次，就这个啊，嗯，非常好，很好。你们这么理解，就是说刚才要来回多次啊？对，的确，如果是多次，那就是这个一般能力。OK， 对，按正常，按常识，按怎么讲？按更多的这个生活常识去理解，是吧？好，所以大家看这个课的和我微博就很有意思吧？这些反映出来英文的东西啊，就是。这样也就告诉大家，就是你以后看英文，哎，这个 were able to could， 你真的懂了，对吧？啊，你真的懂了之后，你看到没有？你能体会出这个地震是特指，能够体会出过河呢？上边过河是一次，然后 B 句过河是无数次，这就叫真真正正理解英文，就不是简单的过河，是吧？你能把过河的具体的场景形象都能想象出来。OK， 嗯 ，OK， 好，那第二个例句呢是一般能力，但一般能力一般能力刚才讲过两个都可以了，是吧？所以在第二个例句中，你可以把两个选进去啊。第二个例句中，你可以把两个选进去，选 A 也可以表示一般能力嘛，选 A 也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例句填 B 呢，一般能力也是可以的，只不过 B 会更常见。B 会更常见 ，OK， 所以第一个例句呢，刚才那么解读呢，你只能选 A 是非常具体的能力 ，OK。好，三弟说，即使桥在地中坏掉了，史密斯一家仍旧是能够过桥、购物、上学、保持正常生活。好，三弟，如果按照这个理解，可以的。好，如果按照三弟这样理解，正常过河，然后来回弄啊，能够刻的，那样刻的可以，没问题，那样刻的可以，对，对，好，所以呢，我们这个不要求什么标准答案，听明白？没有标准答案，关键是你填什么词，要对应的它是表示什么意思。但我这用 were able to 过河，我强调就是一次过河，强调是逃命的感觉。OK， 啊，这种感觉啊，嗯，好，米雪说开始很纠结，觉得地震，比如一次地震、多次余震，还是一样的算，都没想来回过河这一点。OK， 嗯，好，最终我们结论是。A 句中，如果你想到是来回过河啊，因为桥一直没修，然后日常生活怎么办？只好来回过河，来回买东西怎么样？那这样理解可以填刻字，听明白？这样理解可以填刻字。那么你这样就把那个前面这个把它理解成一般能力了，过去一般能力了。OK， 嗯，所以现在你们都懂了啊，所以你填什么你就知道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题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是吧？就测试你们啊，怎么判断准确，很好啊。好，来我们看示范例子来，你们真棒啊，很聪明。有，所以你看，大家发现没有？你们现在可以去想语境了，发现没有？是吧？去看一个句，你们去想，可以知道它的对应的可能的语境了。其实慢慢的啊，你们以后要训练这个能力，就是任何一个英文句子出来。你要真的理解的话，你能够推断出各种可能的语境，就跟老外一样，明白吗？所以刚才我们这样思考讨论这些东西，其实老外脑子也会有的，你要问他，他也会这么想的。 OK， 啊，非常好啊，所以你们把 A 句填成 could 那么解释非常好，就是说那多次了啊，所以关键是一次还是多次，无数次。 OK， 啊，这是个关键。好，我们看示范例子，挑几个看看啊，但示范也有答案，简单看一下。290页，嗯，第九题，290页第九题看一下。290页第九题，你们问题哪个？
对，我的标题是用 couldn't 或用 were able to 填空啊。好，290是在那个，因为有很多烟，看东西应该看不到东西是吧？看不到东西，但然后呢，有消防队员啊来救的，因为就是这发生火灾，还是发生火灾，然后后来看到一个消防队员的，然后把我救 save my life， OK， 救了我啊，应该是看不到，那看不到都可以啊。所以第九天 couldn't see anything， anything 这个词告诉我们是否定的，是吧？ anything OK 啊。Couldn't。 好，第九题呢应该是表示一个过去具体的能力，过去具体能力，但是因为是否定，所以我们可以用 could 说成 couldn't。 这第九题听明白，用 was able to 也行，没问题，也可以啊。这第九题，好，我们在 我上面有两个题还可以啊。你把十 OK， 第三题和 OK， 对，第三题，第三题，第三题看一下，好，第三说 Tom has started exercise program， 他开始锻炼了，已经开始锻炼 OK， 嗯，昨天然后不停啊，不放慢速度，一口气跑了两英里，两英里就是 3.2 公里 OK， 好，第三题就非常具体是吧，大家看一下啊，说 Tom， 我讲 Tom 开始锻炼了啊，开始进行他的锻炼计划了啊，训练计划了，所以昨天你看 yesterday， 昨天他一口气跑了两英里，第三题，所以 he was able to， 对吧， he was able to 成功的，或者 he managed to run。好，大家再体会一下，我用这个和用过去式 ran 感觉不一样吧，他昨天跑了两公里， ran 2 miles 非常平淡的，而我在这样上下文语境中表明这个 Tom 跑两英里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锻炼了之后所取得的成果，听明白，不停不放慢速度，全速一口气跑了两英里，很不容易的 OK、was able to 非常具体。好，第十一题说一下啊，第十一题是托福听力题，第十一题说 Did you see the exhibit? Exhibit 是那个展品啊，就是展览会上那个具体的展品 OK、at our center 你看到了吗？看到了 OK，然后说什么叫 has are all tales of it， 就不懂，否定的不懂，但第四题我们就填 couldn't 就可以是吧， I couldn't make has or tales of it。 好，大家可以记下一个那个俚语表达，就 cannot make has or tales of something， 就不理解搞不懂，很像还有叫摸不到头脑对吧，就是摸不到头和尾，完全不明白那个展品到底什么意思，couldn't， 当然这也是具体能力，具体能力是否定的，所以用填可以填 couldn't。 好，十二题看一下，十二题说 I live with my sister this summer， 这今年夏天和姐姐住一起啊， didn't have to pay rent， 所以不要付租金，我节省了很多钱，我节省了很多钱。好，这个节省了很多钱是潜在的还是具体的，第十二题啊，是潜在的还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对吧，非常具体的啊，所以做成了这件事情，所以第十二题要填 I， so I was able to save， so I was able to save most of my salary， 对吧，非常具体的啊，就不会填 could。 好，第二个说 not me， 不像我， the more I earned the more I spent， 我挣得多花得多，好，挣的越多花的越多，哎，怎么讲呢， The more I earned the more I spent， 这是那个越来越那个句型啊，越怎么样越怎么样， The more the more 是吧，把这个句型我们叫做双重比较，大家可以写一下叫双重比较，我们可以用一个术语啊，双重比较啊，就是越挣的越多啊，花的越多。好，双重比较具体的
用法在我高级书的比较从句里会有的，我简单提醒大家听好啊。这样的双重比较，这个 the more 这个比较级一定要在句中做成分的，会做各种成分，这个思路听懂了吗？好，我这个 more 做什么成分，可以看做宾语，做 earn 的宾语，挣钱嘛， earn money 做宾语。 the more I spent 第二个 more 也是做动词 spent 的宾语，所以这两个比较级都是在句中各自句中做宾语的。好，我再强调一下，对于 the more the more 这样句型，关键点在哪里？关键点你要知道比较级要拿回去做成分，这点是这个句型的关键。如果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看高级书比较从句里边的内容，你就更加深刻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讲？是因为做的成分不一样，我前面的形式不一样。好，就讲到这吧。 OK 啊，听不懂可以看书，书上我会讲得很清楚啊。好，我们再看的是第十四题。第十题是 Jack was excellent tennis player. He beat anybody. Beat 是战胜打打败啊，他能战胜任何人。好，十四题是一个具体还一般的，是一般能力对吧？好，一会儿啊，十四题是一般能力还具体能力？一般能力，一般能力，一般能力，所以我们填 could beat anybody， 也可以填 was able to beat anybody。OK， 所以十四题可以填 could， 可以填 was able to。好，回到刚才十一题，有同学问到，哦不，十二题有同学问到 the more 句型哪个是主句，哪个是从句？你们说呢？回到十二题，刚才有同学问到 the more 哪个是主句，哪个是从句？好，前面是从句，后边是主句。前边 the more 第一个 the more 是从句，第二个 the more 是主句。啊，好，我再我想到一个句子，我们常说叫越努力越幸运，怎么说？同学们，越努力越幸运怎么说？不是这么一句话吗？对吧？的确是越努力越幸运，你们会怎么翻译？翻译我看下来，赶快。越努力越幸运，你们会怎么放？越努力越幸运会怎么放？大家翻译下来。有答案吗？越努力越幸运怎么说？好，越努力呢就努力工作嘛，努力工作叫 work hard， 然后你把 hard 变成一个比较级 harder， 然后加 the 提前，是 the harder you work the luckier you become or you will become。 OK， 好，这个 will 可要可不要了。那刚才同学你怎么判断主句从句？我可以利用这个例句来讲，这就很像大家说的主将重现，从句用现在时，主句用将来时，看到没有？我可以用将来时，所以通过时态来看到，如果你用一般时态表达，一般时态，那么我们往往前面是用一般时态，前面不会用将来时态，而后边呢用将来时态，所以从这个时态就能看出后边是主句。当然从意义上也能看出来嘛，对吧？我这个主句是依赖于从句的，主句是依赖于从句的，是越努力才会越幸运，主句依赖于从句。 OK， 依附于啊，在意思上逻辑上 OK。 好，所以前面是从句，后边是主句，然后我们分析成分看一下啊， the harder 这是个比较级，其实是拿回去做 work 的
程度状语，程度状语啊，或者这么讲，我本来的简单句是 I work hard。然后呢 luckier 是拿回去做 become 的后面的表语成分，对吧？简单就是 I become lucky OK 对吧，是做表语。所以这两个句子还原在简单结构是 I work hard, I become lucky OK。 lucky 用形容词，为什么用形容词呢？因为你后面是 become 系动词，因此你前面是不可以说 I'm the more likely like luckily， 所以你不能用副词，不能用副词。为什么不能用副词？你就按照我刚才讲的一点，你一定要想到比较级要拿回去做成分，而副词不能在 become 后面做表语的，对不对？所以你用副词是错误的，除非你把 become 换成啊，另外的不及物动词，这叫 more likely， OK， 啊，好，这个再去看书啊。好，我们还是回到这里来，十五题比较一下，十四和十五正好是个比较啊。十四题是一般能力，十五题说 Jack and John had a game of tennis yesterday， 昨天他们俩打了一场比赛 ，John played very well， but in the end， 但最终呢 ，Jack 赢了 John， 对吧？所以十五题是昨天是具体的，是时间啊。最终还谁赢了？是 Jack was able to beat him。所以十五题要填 was able to， 是很具体能力啊。好，这都好理解一点了吗？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三题。叫 When I work as secretary， 我做秘书的那会儿，不出错，我一分钟能打60个字。My typing skills aren't nearly as good now， 现在还不行了啊，没那么好了。好，23题是一般能力还是具体能力？23题是一般能力啊，所以我们填 could 可以的啊。好，我们要去填 could， 好，填个 could 进去。I could type， 但你要填 I was able to 也可以了啊。所以23题 I could type 一般能力，对吧？一分钟我能打60个字并不表示我具体的打就这么做了，只是我那时候我做秘书那会儿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潜在可能性。而24题不一样，看 Yesterday 昨天啊 I typed this report for my boss， 我在打报告啊。这 I don't type very well， 我打字本来就不好啊 ，but I 最终还是没有多少错误啊，犯了一些错，把这个打完了，叫 I was able to finish the reports。所以24题具体能力不能填 could， 是 I was able to finish the reports。OK， 好，通过这练习会更加好的理解了。26题看一下，26题看一下，就 at a sale yesterday， 昨天在那个 sale 是那个叫是减价啊，就降价，那个叫什么打折促销的时候啊，然后呢 get this shirt， 所以这个具体的，所以26题要填 I was able to get this shirt for half price， 半价买到了这个 shirt， quite a bargain。 好， quite a bargain， bargain 就是打折降价销售买了的东西商品叫 bargain 啊，很不错吧 ？Don't you think？ OK， 所以26题具体能力说 I was able to， 是26题讲不出 I could get 讲不出来的啊。好，这是这样一个练习啊，我看啊。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内容要讲，对。就是能力，我们在往前上节课说有些过去推测和虚拟的要简单给他提一下啊，遇到会很难。275页，来，275页，275页就是8.4节的练习，8.4节的练习。
就训练大家，就是以后你看到那个课者啊 ，might， 它可能是虚拟，可能是啊不虚拟啊，推测要能看得出来。然后呢，推测的时候可以用 may， 可以用 can't， 虚拟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改。OK， 好，275页，我们看17题。我挑几个做一下啊，17题，实际说 I could have married anybody I wanted to， 17题，好，17说当时那时 I could have married anybody， 我可以跟任何人结婚，想跟谁结就想跟谁结，但实际我没有这么做，所以17题是个虚拟的。275页，8.4啊，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改成 may have married， 听明白，它是虚拟的，所以 could have married anybody I wanted to 不会改成 may have 了啊。然后看16题的，正好比较一下啊，16题，16说 I could have left my office keys at home because I can't find them anywhere， 因为我哪也找不到，所以我很可能把钥匙放在家里了。16题是典型的一个推测，过去推测。I could have left 是过去推测，所以16题这个could可以换成 may， 旁边写一下。16题你可以说 I may have left my office keys。所以大家看到没有？16题是 could have done， 17题也是 could have done， 但是含义用法不一样。所以16题呢推测可以把 could 换成 may， 17题呢虚拟 could 不能换成 may， 不能表示推测啊。所以这里要提醒大家，因为因为我前面一开始就讲过了是吧，因为我前面讲过有的老师在纠结 may have done 是不是虚拟呀，这就一开始就概念不清，哪有 may have done 表示虚拟 ？OK， 啊，所以你以后再看到有人讨论、有人纠结 may have done 会不会是虚拟，你一下就知道，对吧？好，我们再看276页，276页啊，19题，看一下，276、19题啊，叫 It's a pity you didn't ask。真可惜你没说 ，because I could have helped you。好，19题是很遗憾你没有跟我讲，因为 I could have helped you， 虚拟了没有？还是不虚拟？大家看到19题了吗？我过去是能够帮你，好，我过去是能够帮你，实际没有帮，因为你没跟我讲，我不知道啊，我本来是可以帮你的，对吧？所以19题是虚拟的，是虚拟的，啊，虚拟的，所以 could 是不可以换成 may， 但可以换成 might 可以虚拟吗？所以19题是 I might have helped you， 啊。但 might 比 could 的语气要弱多了啊， might 给感觉可能帮我，但是你要跟我讲我可能帮可能不帮，听懂了吗？ could 呢是说你真该跟我告诉我，因为我会帮你，我就是表示我很愿意帮你， might 就表示你即便跟我讲了我也可能帮你可能不帮你，但幸好你没讲，反正那不帮你也无所谓了啊。好，虚拟的啊，所以不能改成 may。 然后再看20题， The letter might have arrived by now， The letter might have arrived by now， 现在那个信应该收到了，应该已经到了，或许已经到了。20题是推测，是这样意思啊。所以20题呢可以把might 改成 may，
如果你把 RT 翻译成虚拟怎么翻译？同学们 The letter might have arrived by now， 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翻译成虚拟，翻译成虚拟怎么翻译啊？就是现在这信应该是到了，但实际上没有到，但实际没有到，好像 有那么一点抱怨的意思啊，就是说按正常的那个时间来计算，到现在应该已经找到了，怎么还不来呢？明白吗？这叫虚拟，这叫虚拟。如果表推测呢？那我刚才说虚拟大概是我自己收这个信，对吧？我自己收这个信。如果我要翻译成推测呢？我是感觉是我是寄那个信给别人，然后我想现在那个信应该到了吧，他应该能收到这个信了吧，对吧？所以二十一是有歧义的啊，没有语境它是有歧义的啊，因为这个 might have arrived 可以解释成虚拟，也可以解释成推测。嗯，然后二十四题看一下啊，二十四题叫 You might have left your umbrella in the restaurant. Okay, you might have. 那我们试着从两个角度来解释啊。你要解释成推测很简单，就是说我猜想你或许把伞落在餐馆了。昨天吃饭对吧？你或许把伞落在餐馆，落那个餐馆了，但也不一定的，你也可能把伞落在那个地铁里了。或者你把那个伞也许落在那个教室里了啊，不知道，反正你也可能把它落在餐馆了。这是24题的推测用法，推测含义。那要翻成虚拟呢，你怎么会怎么翻啊？虚拟，你要虚拟会怎么翻？虚拟呢好像有那么一点抱怨的意思啊。我会怎么翻？我会这么想一下啊，你带什么伞呢？带伞多麻烦啊！你刚才可以把它放在餐馆，然后待会我们回来再拿呀。你干嘛随身带着伞呢？说二十四天你要翻虚拟也可以啊，但翻虚拟怎么讲不太自然吧？本能的第一反应应该是翻译成推测啊，听明白？第一反应可以翻译成推测啊，正常翻译成推测，但你要非得在特殊语境中你要翻译成虚拟也是可以的啊。翻译成虚拟刚才讲就是说就有点责怪你随身带着伞多麻烦多累赘啊，你刚才就把它放在餐馆里多好啊，干嘛带着？但你实际上是带着伞的，对吧？明白吗？好，与其说如果不是我提醒你离开餐馆时带好随身物品呢，什么意思啊？雨欣我没听懂。如果不是我提醒你离开餐馆时带好随身物品，我没听懂这汉语。如果不是我提醒你离开餐馆时带好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如果不是我提醒你的，你就丢了，可以啊。 You might have left啊，很好很好，我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非常棒。雨欣同学完全正确，完全正确，非常好。当然这是虚拟啊，这是虚拟，这是虚拟。好，所以你看我很笨啊，我反应很慢吧。 OK， 对，好，雨欣同学这样的理解是虚拟啊。我再说一遍，就说你看你现在手里拿着伞了啊，如果刚才我要不提醒你的话，我刚才要不是因为我提醒你的话，你就已经把伞落在餐馆了。好，相当于叫 If I had not reminded you to take the umbrella， 是吧？假如刚才我没有提醒你带伞，你现在就已经把伞落在餐馆了，但实际呢我提醒你了，所以你把伞随身带了。虚拟，这么理解是虚拟 ，OK。
非常好啊，所以我利用这个题相当于把上以前学的虚拟和推测结合在一起了。看看啊，这样子。If I had not reminded you to take it, you might have left the umbrella at the restaurant. OK, 好，大家看一下，现在这样讲。不是 you, 看犯错了吧，不是 you 啊，是 I, 怎么会 you 呢，应该是 I, 我刚才读的是 I, 怎么写成 you, 奇怪啊，叫 If I had not reminded you to take it, you might have left the umbrella at a restaurant, 听明白，刚才要不是我提醒你带伞，你说不定就把伞落在餐馆了，这是虚拟，这时候 left 不可以改成 may 啊，因为是虚拟嘛，不可以改成 may, 而且你们看到这是个过去虚拟，对吧，过去虚拟呢从句用过去完成，主句用什么，用 might have done, would have done, OK, 好，我在，哎，雨欣同学非常棒啊，那利用这例句我再给你多讲一点啊，挺好，再复习一下，好，大家看下来，看这里。好 ，would 是大家最习惯的。我跟你说 would 啊，说 would 什么意思？就说要不是刚才我提醒你带伞，你一定会把伞落在餐馆，这叫 would。would 就是你一定会把伞落在餐馆，甚至说100%的那感觉，听明白？叫 would have left。might 呢，是把推测含义加进来了，把推测的含义加进来了，但它还是个虚拟。那 might 这么讲啊。要不是刚才我提醒你带伞，我想你可能会或许会把伞落在餐馆，能听懂吗，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所以 would 是表示一定会啊， might 呢或许会，但这是因为虚拟，所以实际上都没有嘛，实际上散落餐馆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对吧，啊，所以不论是你用 would 还是 might, 最终结果是都是确定的，这个确定结果就是散没有落在餐馆，但差异是假如不提醒 would 就是你一定会， might 就是你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就没有我提醒你也可能记得带伞，但没有我提醒你也可能忘记带伞，这叫 might, OK, 啊，非常好，利用这个例就可以把这个讲出来。好，所以这个24题非常好，24题啊，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就说一个句子啊，你可以想象出各种语境，那么不同的语境它的含义可能就不一样了。OK, 啊，但推测含义好理解啊，推测含义就是说你现在找不到了啊，伞呢，也许在他餐馆吧。好，26题，26题就比较明显 ，You might have drowned, 你差一点淹死了，这就不可能是推测，是吧？只能是虚拟，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语境中啊，26题啊，这个语境中只能是虚拟，虚拟就是要不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你说不定就淹死了，但实际结果是你没有淹死。OK, 没有溺水，这是26题虚拟的，不能改成 may。 27题推测很明显， I suppose 画出来，就 suppose 就表达一个推测含义，我猜想， I might have been rather critical,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我刚才或者那时啊，恐怕太过挑剔啊，态度不好，是吧？ Might have been rather critical, OK, 好，这是一个推测啊，这是个推测，所以这个推测这个语境哪里来的？ Suppose 给出来的，
OK， 明白吗？所以可以改成啊、，my 可以改成 may 啊。二十九题前面讲过，二十九题这个 but 前后意识反转了，所以二十九这个 but 表明前面是个虚拟的，是吧 ？Some women could have made 本来是完全可以挣到好的薪水，挣到钱，但是因为家庭原因，他放弃了工作。所以二十九题因为 but 存在啊，所以前面不会表示推测，只会表示虚拟，只会表示虚拟的。没错，有时一个小词可以改变整个语境。没错，说的对的啊，这位同学说的对的。这就告诉大家什么呢？所以你看英文，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看英文，不是看一个大概，而是什么？每一个小词甚至某个标点符号都会改变你理解句子的，会改变理解句子的。我说这个是因为这件就是美国高考考什么美国 SAT 啊 ACT 啊，都测试你的标点符号，测试你的啊很多细微的地方。只不过这种测试方式我们国内考试还比较少，所以看英文其实啊，是每个小细节都要看到的，它都可能会改变的。OK， 但不容易，的确是不容易的。三十一题看语境，叫 I cannot find my sunglasses. I might have left them at the restaurant yesterday. 找不到太阳镜，也许昨天放在餐馆了，对吧？所以三十一题呢，看这个语境，翻译成推测，虚拟没有虚拟，这个语境解释不出虚拟来了，因为你要解释是虚拟，就和 I cannot find my sunglasses 连不上了，懂吗？所以你这个三十一题和刚才那个餐馆那个二十四题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看到啊，二十四题我就缺这么一个句子，缺 I cannot find my sunglasses， 缺这么一个句子，二十四题就能解释出虚拟的含义来。但也可以解释推测。好好体会一下啊。好，最后看对话，下面对话都是那个托福听力体现的啊。啊，三十九题很好玩。三十九题特别好玩，看一下啊，叫 It took me 5 days to drive down to Florida， 开车一直往南，往南叫 down 啊，往南南去，佛罗里达是南边嘛，开车南去啊，向南下到佛罗里达花了我5天时间。三十九题啊，第二个人说5天时间，我走都到了，我走都要不了5天。好，大家看三十九题，我们经常会这么讲嘛，是吧？啊，3天啊和5天啊，我刚刚干嘛都要不了那么多时间。好，这样什么表达呢？这很好的一个口语的汉语的东西，用英文就是要过去虚拟。好，大家看一下他怎么说。 I could have walked there in less time， in less time 就是不到5天，不要5天。 I could walk， 我走就到了，是吧？实际上我没有走，我没有走去。好，三十九题好好看一下啊，我觉得很好玩。所以我们汉语中表达很多时候是虚拟的，大家好好体会，或者好好去我前面就讲过，你不断问各种场景，你都要问自己要不要虚拟，什么时间虚拟，对吧？所以 could have worked 啊，开车5天呢、啊、我走都要不了5天啊，很简单的一个汉语吧。英文表达这么麻烦，叫 I could have worked 啊。好，然后再看一个39，刚才啊37吧，看37，看一下37说 Donna you said you would take the package to accounting yesterday. Oh no, it could have slipped my mind. 就 Donna 你昨天说要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OK， 说哎呦我忘记了，一定是忘记，可能是忘记了啊！我可能是忘记了。注意，37这个语境
应该翻译成推测，我可能是忘记了，这个 could 是没有虚拟的啊。所以这个 it could slipped my mind， slip 是溜走，溜走，从我脑子里溜走，什么东西从我脑子里溜走，就是我忘记了啊。好，这个表达跟汉语不一样是吧，汉语说我忘记了是 I， 这个呢要用事情做主语，是 it slipped my mind， could have slipped， 可能是忘记了，这个当然真会找借口啊，可能是忘记了，也可能是故意不做是吧，把这个报告送到那个 accounting 会计或财务部那去啊，会计部门那去 OK。 哦，我可能是忘记忘了拿过去了啊。好， could have slipped， 这个是推测，所以把 could 可以改成 may， 可以改成 may 啊。好，所以大家比较一下，简单比较一下37题的 could have done 和39题的 could have done 完全不同，一个推测一个虚拟 OK 啊。所以这些练习很好啊，通过这些练习你能看到这个以后你要理解句子可要小心对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怎么理解啊。好，41题看一下，41题叫 I could have seen this play 5 times Don't you think it's great? 好，这个最好翻译成推测啊，你知道那个演出我看到恐怕得有不下五次了吧，真棒你不觉得吗？第二个说没那么好， not that great， 所以41题翻译成推测比较自然，我看了总得不下有五次了吧，说明这说话的人对几次，对五次六次七次搞不大清楚，这样没有仔细去计算，恐怕得有五次，所以它是个推测， could have seen 是个推测，在这个语境中。好，41题同学们，如果没有这样语境，你把它翻译成虚拟，你会怎么翻译？要理解成虚拟怎么翻译？41题I could have seen this play 5 times 翻译成虚拟怎么翻？怎么翻？大家能够翻出来吗？大家这样很熟练，这样对推测啊，对虚拟就要很熟练啊，一下子能想象出很多意思啊，我能想象出好多意思，你们会想象出什么意思啊？就试试一点 I could have seen this play 5 times 可以 OK， 那就说这个演出啊真好，那个演出真好，让我看五次我都不会厌的啊，我都可以啊，但实际没有看五次，实际没有看到五次，实际我就看了一两次，即便让我看五次都没问题，听懂了吗？就讲那我就讲演出好，让我看无数次都可以，但实际你会看不会看无数次，叫 I could have seen OK OK 啊，好，但在这个语境中对话中只能是推测含义啊。好，42题很有意思，叫 I might have lost some weight， 我可能掉体重了，我瘦了啊，瘦怎么说啊？同学们瘦怎么说？我可能瘦了，叫 look how baggy 就是那个口袋一样松垮垮的， my pants are， 你看我裤子现在穿起来腰大了不少，腰围大了不少，所以我以前是个胖子是吧，你看我现在瘦了，叫 they don't look that loose to me OK 好， might have lost， 注意啊， might have lost 在这语境中肯定只表示什么，表示推测对吧，我是不是瘦了，人家裤子穿起来这么松了是吧，啊，推测 might have lost 啊。好，最后一个啊，43题 I'm sorry I missed your soccer game， 很遗憾很抱歉我没有去参加去看你那个足球赛啊，是吧，我错过了，为什么错过了呢，因为我感冒了，我生病了，所以我没有去看你打比赛。第二个说别担心， We couldn't have played worse， 我们打的不能再糟糕了，打的不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打的很差劲了。
好，大家注意啊，哎，这我上节课讲过吗？我都忘了啊，是 couldn't 加比较级 worse， 表示最高级的意思，最高级就是最差嘛，就我们打的最差，再也不能再差了，听明白？不能再差了，所以你不看还好，你还去看，我就觉得很丢人，很不好意思。好，这个 couldn't 是虚拟，这个 couldn't 是虚拟，不能改成 can't， 这个 couldn't 不能改成 can't， 只能说 couldn't have played worse， 这挺难，这个有点难。好，还有其他没讲的，说完就有答案，回去再好好看一下啊。所以这个练习就是很好的训练大家对于一个句子，你到底理解成推测还是虚拟，以及虚拟推测都可能，然后解释含义不同，语境不同，好好训练一下。 OK， 所以以后看到类似的 could have done， might have done， would have done， 你要从虚拟和推测两个角度试着去理解，当然如果有语境的话能够帮助你理解，听明白？即使没有，即使我突然想说，即使有语境，你也试着让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这句可能的意思，这都是训练，明白吗？都是好的训练方式。OK， 啊，对，最后讲到43题，我就想到这个句子，就刚才有同学提到，对吧？我们常说，我不能同意更多，不能同意更多。我看到很多同学都说 couldn't can't agree more。其实不能说 can't agree more， 因为这里有虚拟，是虚拟的意思，所以你要用 couldn't agree more。 好，这样记住了啊。我看了无数的中国人老师啊，大量中国老师都是学生啊，都这么说，叫不能同意更多，就是我非常赞成你，我非常同意支持，完全赞成，完全同意你啊，叫不能同意更多，不能用 can't，而要用 couldn't， 原因就是它是虚拟的表达，即便我想再多也不可能，听明白？是一个虚拟的表达。 OK， 所以要填 couldn't， 不能填 can't， 不能说 can't。 所以下次你再看到有人说不能同意更多，非常赞成，完全同意，你要看到有人在说 can't agree more， 你就知道其实他说错了啊。你可以问老外，其实应该用 couldn't agree more。 但你要谈过去的话，就刚才说的用完成式 couldn't have agreed more， 谈过去了，但我们这一般不谈过去了，就谈现在嘛，此刻嘛，是吧？明白吗？就是比较级啊，加比啊，叫 before couldn't more 啊，这样子。好，这是相当于复习了啊，比较了推测用法和虚拟用法。 OK， 然后讲了 can 的能力， can 的潜在可能性，然后讲了 could 过去的能力，一般能力，还有具体能力啊，然后比较了这个潜能啊，不，理论上能可能和实际的可能，以及过去潜能和过去实际行动，对吧？所以概念很多，概念特别多，但我是尽量简化，其实远远比这复杂的多，复杂了好几倍其实。 OK， 因为我想讲得太复杂你们更乱套了啊，回去要再看再复习。 OK， 下节课我想讲一个许可和请求，许可和请求，因为他们有联系，其实我自己都做了课件，本来是想今天讲啊，今天没有讲到了，我下周会讲到。好，我看啊，下次课呢，这样大家可以把这个题填下来，这是个初中考试题，中考题，同学们，这是个中考题，你会填哪个选项？把这个先填下，我看下来，这个你会填哪个？我们下节课从这个题开始讲起。Yeah, could I have a look at the phone of your family, Sam? Of course, you can, you could, you must, you need.OK， 啊，好，下节课我们从这个讲起啊，会涉及到背后有很多东西，许可对应的就是请求啊，这下节课内容。好，我们今天到这，答案不公布，下节课我们讨论好吧？有人填 can， 有人填 could， 啊，下节课一讲完你就明白了啊。好，我们下课了，再见。